不错哈、哦，世界十大自行车步道有票选有入选的第三名。曾经有一段哦，是骑乘在湖面上哈、哦，也是相当不错。如果有机会来槟榔，以后要来骑这个脚踏车的话，哦，朝阳这边哈、哦、有这个优惠券哈、哦，可以提供给你哈、哦，以后也可以来用哈、哦，什么时候来用都没有关系的啊、哦，它没有压日期啊、哦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等听了之后再跟船长来索取哦。来到水色的旅程就这个结束了，船长啊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各位哥、各位嘉宾、各位哥哥姐姐的，就是我们各位嘉宾呢、啊，各位哥哥。